呀，最近呢，有一位小伙伴问我，耗子哥，这两个哪个是邪恶迪迦呀？我先不说啊，你们觉得这两个哪个是邪恶迪迦呢？一号还是二号？没错啊，邪恶迪迦当然是二号了啊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对比一下邪恶迪迦和邪恶特迪迦。首先，我们对比一下迪迦奥特曼和邪恶迪迦。然后，我们再对比一下特迪迦奥特曼和邪恶特迪迦。邪恶迪迦首次登场是在迪迦奥特曼44集中影的继承者，而邪恶特迪迦呢是没有在 TV 中登场的，他是在特迪迦奥特曼泽塔篇中首次出场。邪恶迪迦的人间体大家都知道是正木精武，而这个邪恶特迪迦有没有人间体暂时还是不清楚的啊，如果他有的话，你们觉得会是谁呢？